风来喽，哎，雨来喽，你看你这这行吧，你就别用这苦肉计了。嗯，哎，莹莹，别被那老虎的眼泪骗了。莹莹，是时候该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利了。你趁着爸妈在给你撑腰，这是你翻个身呐！妈，莹莹，爸，我知道二位是为我好，但是我做女儿的，不能做让妈妈不高兴的事。对不起，我进去做饭了。爸，这个钱您收着。哎，莹莹，莹莹，哎，走走走，你说这，得，白费劲。师傅，看谁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！要不要我给你把把风？再胡说割了你的舌头！哎，走，里边坐吧。哦，大伟，我还是不坐了吧，免得一会儿玉萍来了又误会。我说完话就走。这会儿来不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啊？这会儿啊，他正跟我那亲家打房保卫战呢，他怕万一出来，房子就换主人了。我来就是想知道，莹莹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本来是一番好意，没想到现在会变成你们两家人的战争，让你们亲家变成冤家。我真的很抱歉。这事儿不赖你，赖我没能力，让玉萍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来。别人不了解你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救命之恩，加上他们丧夫丧父之痛，你现在就是上了紧箍咒的孙猴子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挣出这座五指山了。我欠他们的情，所以啊，哼，我这头上的紧箍咒我忍了。可是我心疼莹莹啊，她本来是任家的亲骨肉，哎。却由于我的疏忽，他就莫名其妙的顶上了一个私生子的标签，到现在无法还原。那你说，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我们也应该理解玉萍的难处。你说有哪个女人愿意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私生子？她能容忍莹莹在家里长大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这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每次看到晶晶啊，玉萍啊，还有外婆欺负莹莹，我这心里我就难受，有好几次我都快忍不住了，我也把莹莹的身世给说出来了，可我又怕玉萍受刺激，心脏受不了，这越拖我就越没法说。我理解，这种事情啊，时间越长越难开口。其实啊。本来我想我不能让莹莹过上好日子吧，哎，她现在有了丈夫了，是吧？她丈夫可以让她过上好日子了，就没想到还是不能摆脱这件事儿给她造成的困境。别想太多了，还是先说说眼下房子的事吧。你打算怎么解决？就玉萍那个个性吧，想让她退让太难了。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了。张子，妈，你快吃吧，待会儿喝啊。我的女儿，我怎么能白养啊？不可能。爸妈，你们也过来一起吃吧，一会儿菜凉了。哎，莹莹，不用叫了，他们吃过肯德基了。吃完肯德基再吃大米饭更香。哎，走走，吃吃去。哎呀，是儿媳妇做的饭啊，哎，那是理所应当啊。这要在我们乡下，你说女儿都出嫁了，娘家人还跟着一块吃一块住的，这在我们那儿啊，那还不被人牛唾沫给淹死。哼，乡下的事情不要在这里讲，我跟你讲，城里跟你们乡下有本质的区别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养了儿子也好，养了闺女也好，他们是一定要赡养父母的，这是他们的责任。我要跟你说清楚，
我住莹莹这个地方，是我沾我女儿的光了，又怎么样吧？你们要是觉得气不过，你们可以让你们儿子自己买房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儿子买的房，他要请我来住，你们请我来住，我还要看看我高兴不高兴来。妈，在我心目中，公公婆婆还有爸妈是一样重要的。莹莹，盛饭。哎，先给妈盛，跟他们一讲话，饭都凉了，来盛一勺热的，压一压凉气。爸，对不起啊，很快的。来，亲家母，慢慢吃啊。爸，爸，这饭没法吃了。哎，老伴儿，你等等我。妈，妈，莹莹，不用叫，他们吃了肯德基了。妈，您这是何必呢？我是他们曾家的儿媳妇，好歹我也得考虑公公婆婆的感受啊。您动不动就跟他们翻脸，我真的很难做人啊。我知道，你想让妈妈给你好脸色看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叫他们赶快回到乡下去，乡下空气还好，待在这里干什么？行了，没人罚你站，坐下吃饭吧。哎，你说那老太太弄个小喷壶，这净喷咱俩，怎么不喷别人呢？歪着心眼呢。哎呀，你说这莹莹啊，也真是，咱们俩替她争取在家里的权利和地位啊，她自己打退堂鼓，咱们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。可不是，哎，咱们出面帮她说话，他一点面子不给，还帮他娘家说话，难怪咱自强被他们踩在脚底下。这得想个办法，要不然呢，咱这儿子儿媳妇就得一直受气。那能有啥办法呀？咱在这儿势单力薄的，不像在乡下有个什么事儿受个委屈啊，都过来帮咱们主持个公道。哎。老伴儿，好事要来到啊，哈哈哈哈，跳跳跳，好事要来到啊，不是要升官儿啊，就是发财了啊。啥呀这？老伴儿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差点扎水里啊。装吃的好累呀，我的眼睛都酸了。妈，您看这几个回合下来，他们不行吧？哼，那是，我就不信我不能把他们挤兑回乡下去。哼，那是。哎呀，昨天呢被吵了一晚上，我困了，我得回去睡觉了啊。您是？哎，别忘了，我现在是痴呆老人。哦，对对对，走，妈，走。不知道爸妈跑哪儿去了，等会儿老公回来怎么跟他交代？哎呦，乡亲们呐，父老乡亲们快来呀！哎，快来瞧瞧！哎，来呀！来呀来呀！来宾这里呀！他们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啊，楼上的乡亲们呐，冤枉呀！真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你们过来呀，给评评理呀！哎，快来人呐！来！哎呦呦呦呦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！哎，你们来给评评理啊！你说，我儿子在这个小区买的房子啊，我们老两口啊，从乡下来，本来想到这儿来享享福，可是没想到啊，这房子让他老丈母娘给占了，这什么事儿？不是，哎，你说我们老两口没地方睡吧，他也就算了，把我们儿子儿媳妇儿逼得跟我们一块儿打地铺，哎呀，你说哪有这个理儿啊？哎呀，对对，就是啊，哪有这么霸道的丈母娘啊？这太不像话了。大妹子说的有道理啊。就是说嘛，按照排位应该是公公婆婆先住，哪能轮到娘家呀？兄弟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就是，哪有那么不讲理的丈母娘啊？她是住哪一栋，哪个单元的？走，我们找她讲。
看见没有？那个有花的那个，疯子！他们想利用群众的力量跟咱们斗，众目难犯。哎，于平，咱们不能坐等挨打呀！妈，您别着急，我来想对策。大妹子，我跟你说，我儿子他是个医生，他说了，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人呢，都是有身份、明事理的人。哎，你们帮我们评评这个理是吧？对呀，都说是养儿防老是吧？你说我们在乡下老两口省吃俭用的，好不容易省出一个大学生，你说这本来吧就想着的到城里安享一下晚年，享享福什么的，好，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，非要把我们挤兑走。哎，你们说有这个理儿吗？你们都是文化人，你们给我们评评理啊！对，他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、女婿和亲家。肯定不是善良之辈，就是在这里住着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呐，肯定要不得安宁了。哎，对呀，这有文化的人他说出来就是在理儿，对吧？对呀，对呀，哎，这才叫有文化的，他才有文化呀，是啊，是啊。爸妈，哎，哟，哎，对不起，儿媳妇吧？爸妈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去慢慢说行吗？咱们先回去行吗？回去受你妈的气啊，我们不回去。要我们回去，除非他们走。好好说说你妈。爸妈，我求求你们，你别让我为难行吗？什么？我们为难你？哎，你们听听，我这儿媳妇是怎么说话的？我们是被逼出来的，我们怎么为难你了？你说这儿媳妇都不帮我们说话，难怪娘家人这么嚣张。是啊，嗯，姑娘啊，你这样护着娘家人的短是不对的，知道不？做媳妇就要有做媳妇的样。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家着你的父母重要，难道你丈夫的父母就不重要了？都重要，都重要。你公婆哪来的你丈夫啊？对，最起码做人要有点良心。哎，就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这么吵啊？哎呀，这是我儿媳妇，跟你们保安没关系。可我有维护小区安宁的职责啊。哎。你要想小区安宁，你就先把十楼那丈母娘赶走，要不然大伙儿谁都甭想安宁。哎，对，这是人家两个亲家之间的战争，不是你的职责范围。哎，你还是去啊，看好你的大门。对，别管了。好，哎呀，我们老两口啊，谢谢各位了啊。哎，谢谢大伙儿。跟我上楼去，去跟他拼了。哎，走，爸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走啊？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我们外人也不好插手啊！哎，走吧，是啊，哎，你别走啊，别走！哎，怎么都走了呀？这爸，咱们都消消气啊，妈，消消气啊。联合小区的人，坦吧，人家以为你神经病呢。就是，看他们怎么收拾这个残局，让他们丢人去吧。喂，妈，什么？好，我明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您这是闹的哪出啊？哎，你看这谁呀？这个是啊，什么？老公，刚才爸妈他们……我知道，这是你爱人吧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是你爱人儿子？是。你这丈夫女婿怎么当的啊？你要像个男人吧？是不是？是，一定要像个男人，像个男人啊！谢谢啊，谢谢各位街坊啊！回去吧啊！我们也回家了，没事，谢谢啊！啊，谢谢啊！哎，走吧，走吧，妈，你俩这是唱的哪出啊？你说唱的哪一出啊？我这好不容易借的锅才把小区的人给敲出来了。我跟你妈这老两口是给你们小两口主持公道的。是，这主持公道也要得分个地方。你以为这真是乡下啊？他们真能替我们说话？他们只是来围观凑个热闹说个闲话。是啊，你们这么做只能是让家丑外扬啊。那你的意思啊，我们就轻而易举的放弃了啊，把房子就让给他们？那怎么能放弃呢？
不放弃，坚决不放弃。那是，但是，那你们也别在这儿闹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事儿，不是还有儿子吗？你们儿子多聪明啊！啊，我都考上大学了，还是医生。你俩不听我的，听谁的？走吧，别在这坐着了，上。是啊，沙发多舒服啊，对不对？你早说呀，何必让我在这儿丢人呢？走，别忽悠我啊！忽悠啥呀？这是咱家，咱自己住。妈啊，回来了！哎呀，你告诉他们啊！哎呀，弄出点高端的招来啊！这些太小儿科了吧？切，可惜点那锅。高端的，唱二人转，你听得懂啊？走吧，别说了。我去还锅。这菜不喜欢。来，爸妈，你们多吃点。来，我回来了。哟，我女儿回来了。哇，你们都开吃了。菲菲香吧？哎，洗手去，去洗手。来来，莹莹，给小妹盛上饭。哎，来啊。哎呀，走这么快！等等等等，妈给你把门开开。妈，你干嘛呀？开门呢？这锁什么门啊？甭啰嗦。吃饭不吃饭的，快快，真是的，去去去，快快！哎，你怎么还锁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跟你说的？真奇怪，没事干嘛锁门呢？妈妈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们呢？为我们？嘘，先吃饭，再不吃就没了。来吃菜，专门给你留了这个菜。伯父伯母，今天没上哪玩啊？没有。你们难得来城里一趟，应该出去走走的。哎，二姐，你应该抽时间多带他们出去逛逛。哎，就是，莹莹，不是有什么京剧演出吗？带他们去看看戏去，啊？我知道了，爸。那个京剧啊。是给那些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看的，那不是什么人都能欣赏得了的。我们乡下有京剧，那能跟你们村里那一样吗？村里头那个啊，在村头上搭一台子，那完全是两回事。在城里我们看京剧是一种文化的欣赏。再说莹莹不能去啊，白天把外婆一个人放在家里，没有人可以放心。快吃饭，吃饭。爸妈，这样好不好？等周末自强放假了再带你们去，行吗？不用，我看你爸那个二人转挺好。哎呦，这头发呀！试用各种发质，你怎么知道我什么发质？试一试。哎，伯父伯母，你们要看什么？我帮你们找。随便，啥都行。二人转。二人转啊？哦，你随便吧。没有啊，要不看这部电视剧吧？这可是眼下播的最火的一部。哦，亲家。哎，外婆，挡着我了。坐坐。哎呦，我要尿尿。亲家，不好意思，玉萍正在卫生间洗澡呢。哎，爸，您那屋不也有洗手间吗？上那儿去上呗。哼，门都上锁了。嘿，奇怪了，我妈干嘛把所有屋子都锁了？哼。
还不是怕我们把房间给占领了啊？嗯。哦。哎呀，菲菲呀，又坐在地上看电视了，离电视太近了。晶晶，快哦，快扶外婆起来，哦、水好了。外婆，慢慢起来啊、哦。这个水真是很热呀，一会儿你也洗个澡啊，大伟。妈，你先等会儿，让人家上个厕所。伯父，你快去吧。啊，妈，等等，这乡下人的习惯跟城里人就是不一样。嗯、人家要洗澡，他要上厕所。就是，这时候上厕所。哎，你把那个马桶盖子掀开啊，还有那个抽风机打开。竹烟迢迢，好事要来到。不是要升官嘿，就是发财了。哎呀，妈，婆，这边，这边，坐这儿，妈，坐这儿，哎，啊，这边，哎，妈，让外婆洗澡啊，洗澡了啊，菲菲，该你洗了啊，外婆洗完你洗啊，好嘞。妈，洗完了舒服吧？舒服，我扶着你啊，回去睡觉去啊。我要看电视剧，破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老年痴呆不能看电视剧，安静的坐着，他们不会发现啊。嗯，行行，走，妈，走，咱们看电视剧去。洋洋，你有空吗？啊，陪我到花园里走走。好，走。哎呀，真是都赖爸爸，让你在婆家和娘家之间总赔不是，爸爸对不起你呀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不怨你。其实我也不怪妈妈。如果我有能力做主的话，我会选择把房子拿出来让妈妈住。嗯，你呀，你是一个懂事儿能够体贴人的好孩子，正因为这样呢，所以爸爸觉得对你的歉疚啊太深了。爸，你呢本来应该享受跟晶晶一样的待遇，哎，正是因为我的软弱，所以让你现在活得这么辛苦，爸爸对不起你啊。爸，你想说什么？哎呀，干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，肯定有事儿。哎呦呦，亲家，亲家，在这儿呢。爸妈，你们散步啊？啊，是是是是是。要不？我陪你们走一会儿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跟你妈就随便转转。那你们转转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啊，别走太远啊，今天风大。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你放心。不会也。那你们溜达，我们就先走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老头，你看这鱼。嗯。哎呦。他们回去了。你疯了？你笑啥呢？这么好笑？我跟你说，我给你讲一件事儿，比那电视剧还好看呢。是，我在屋里看电视剧，看得好好的，非把我拉下来散步，这咋回事啊？赶紧说呀！说，左眼皮跳跳，哎呀，好事要来到。不是要升官呀，就是发财了。这啥呀？啥钥匙啊？谁的钥匙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进那屋一看呢、啊，一看，哎，这钥匙好家伙在那摆着呢，我唰一下就给拿起来了，这样他们谁都进不去屋了。太好了。好看。好看。
妈，看，妈，电视剧完了，回房间睡觉了。走走走，静静菲菲，别搞太晚了啊。哦，走，睡觉喽。乖乖，看那个搞对象搞好几年搞不成的电视剧，搞好几年还没搞上，你还看？晚安，还挺上。哎，妈，钥匙。哦，对了，钥匙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您站着别动。哟，妈，我钥匙呢？哎，啊，你不是一直带身上吗？哎呦妈，你快想一想啊，我放哪儿了？快找找啊！我刚才，哦，我洗澡来着，我放洗手间了。哎呦，快去快去！哎，你看这个呢？嗯。怎么会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想睡了吧？好好睡觉睡觉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找着了吗？你说这钥匙这真的没有了，没在那儿？不会吧，你说你把所有的卧室都锁上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们钥匙没了，真是的。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就是啊，我还要上班呢。这能放哪儿呢？沙发上有没有啊？地毯上有吗？赶快找找，找找地毯上。怎么了，妈？钥匙不见了，进不去了。那没钥匙能进去吗？哎，你这放哪儿了这？哎，你们三个人都去过洗手间，你没看见一大串钥匙？没有，我是肯定没看见啊。那这钥匙还能长翅膀飞了？我，大伟啊，怎么都站在这儿啊？你看见我的钥匙没有？我钥匙找不着了。是什么钥匙啊？哎呦，这家里的钥匙还什么钥匙？哎，那不是你保管的吗？我现在不是找不见了吗？妍妍看见没？我们没看见。妈，您先别着急，家里就这么几个人，要是谁看见了肯定会拿出来的。说这话没用啊，现在你姐姐妹妹都进不去房间呢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洗完澡只有一个人进了洗手间，就是你那最可爱的爸爸。哎，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凭什么我爸去过洗手间，那钥匙一定是我爸拿的？我爸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。哟，难说，像你这种人就爱干这种事儿啊！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哎，我今儿还把话放这儿了。如果钥匙是我爸拿的，我随你怎么样；如果不是我爸拿的呢？你说话。哎，行啊，都别吵了啊！是不是亲家回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啊，妈。嗯。爸，老伴儿啊，要不咱回去吧，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啊。急什么呀，早着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是天天有好床睡，有好被盖啊，我们四个天天就是打地铺睡地铺，凭什么呀？就是今天我也要让他们打一次地铺，让他们尝尝睡不好觉的滋味。对。哎呀，困了也不回。那当然，就是我们就是不回去。爸，咋了？哟，儿子来了。妈啊啊！哎呀，儿子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就是我妈把钥匙丢了。打不开房门，所有人都在客厅里待着呢。哎，爸，您刚才去卫生间看到钥匙了吗？没有。哦。爸啊，真的不是你拿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老爸拿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问问是不是你拿的。我没拿嘛。妈，那你有没有看见？我哪儿呢？我那不可能。哎，妈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还藏这儿呢？干什么？你这，子强，干什么？这是给我吧。你看看，爸，你这么大的人了，玩什么恶作剧嘛？哎，那你说，他们这么对待我和你妈，我们给他一点点教训都不行啊？爸，你知不知道刚才在家里面我是怎么给你担保的？我跟我丈母娘说，绝对不是我爸拿的。我在我丈母娘面前本来就是个狗屁，现在好了，我连狗屁都不如了。子强，
那好吧，那我去跟他们说，这事儿是我做的，他能怎么的？你，爸妈，我求你们俩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别再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目前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个钥匙是爸您拿的。哎呀，把钥匙偷走能干什么呢？哼，我要不是看那个门那么结实，我就一脚踹开它。你这人是你自己把那钥匙先弄丢的，完了你赖人家偷了你的钥匙。我就不跟你说，我就不跟你说。行，好，就当我没说不就完了吗？那个妈，我问了，我爸我妈也没看见钥匙，这没有。那可太奇怪了，这个钥匙就长了翅膀了，自己就飞走了，我看咱们家要见鬼。哎呀，那钥匙丢了进不了门睡觉，那也不能怪我们呢，是吧？那你们为什么出去这么长时间？就是存心不想让我们睡觉。哎，那你合着就认定了是我们拿的了？哎，你说你这个丫头年纪轻轻的，脑瓜怎么竟邪门歪道呢？谁教你的？大闺女，你说你长得漂漂亮亮的，你这话说的太不漂亮了。你看我们这么大岁数，那能拿什么呀？得亏咱们没这样的闺女。我才没有像你这样素质的父母呢，简直丢人现眼。静静，别管我。你们说够了没有啊？这是我女儿啊，轮不着你们教育。打狗还得看主人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。那打狗还得看主人，那这么说刚才我打的是狗了？青莲法器司圣灵手印人面，圣灵法器司圣灵手印人面，青莲法器司。行了，大家都别闹了，这大半夜的，咱们不睡觉，隔壁邻居还要睡觉呢。就是啊，这大家都没有钥匙，都睡不了觉，你赶快找找啊！我到洗手间再找找看，兴许还在那儿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切。我都找了八圈的都没找着，你能给我找来？哼，那也说不定，有些人呢就看不到真理。什么真理啊？钥匙没了，你能给我找出来？我把我这耳朵剁下来当那个猪耳朵，咱们泡点醋给吃了。钥匙不就在这儿呢吗？你是在哪儿找到的？就在衣服里面裹着。妈，您看，这还真是奇了怪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，我最清楚。我放在洗脸的那个台子上，怎么会跑到这个筐子里去了呢？那谁知道？哼！你看，你自己把钥匙弄丢的，你不能赖人家呀。你这赖东赖西的，你这不冤枉人家呢吗？大伟，你要是明白你就说，你要是听不明白，你不要在这儿说。什么呀这？妈，走，睡觉去。妈。你每次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判案定罪，你跟你爸爸统一战线特别合适。哎，妈，您那耳朵，要不我给你拿台醋去？吃你那耳朵干嘛？走，妈走。睡觉去。外婆，这别淋浴了，来，轻点啊。哎呀，终于可以睡觉了。早点休息啊。消灭法西斯，自由属于人民。胜利啥呀，胜利？大伟，这味儿很奇怪呀，这不对，这味儿。我就闻着吧，有烟味儿，我就怕这，可别着了火，这高楼要着了火，跑都没地方跑。着火了，快出来！妈。妈，快！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儿着火了？哪儿着火了？这是？哎呀！怎么了？这是哪儿着火了？快点！水来了！哎呀！水来了！哎，爸！怎么了？这是怎么着火了？哪儿着火了？哪儿啊？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啊啊！这什么呀？地上，小心脚底下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哎呦呦呦！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！哎呀，不是着火了，没着火，那个是我们俩点点蚊香，熏蚊子，熏蚊子啊，熏蚊子！你这是一惊一乍的，真是！哎呦呦呦呦！真是的，上课呢！哎，你看，你这是熏蚊子还是熏人的？哎呀，亲家，你看这不是不。我们住那个屋啊，那个缝儿太大，蚊子特别多。我们在乡下用那个耗子杆烧，这不找不着吗？所以我们就点了点蚊香，它少了不管用，没事吧？点了点。这么大的烟，你想把人熏死啊？点这么多蚊香，你神经病啊你！你看，你不懂，这蚊子它闻惯了那蚊香味儿，少了它不管用。妈，就是现在这烟倒是不少了。蚊子也熏死了，可是我们人也受不了啊！哎呦，你看我也忘了，你们这城里人不比乡下人哈、啊，受不了这么大烟味儿。对不住啊，对不住！哎呦，我见过乡下人，我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乡下人。你们俩干什么呀？你们要把全城的蚊子都熏死吗？你看，你还穿着去海滩的裤子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你们要？哎，谢谢母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！我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玉萍，你看。我告诉你们，玉萍儿是一个闪失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妈，没事吧？你不是老年痴呆症吗？你啊，你怎么脑子又清醒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医院呐！自强，没事。自强，好好好，快来快！哎，拿上衣服，拿东西，快点把衣服拿来。妈，你们赶快消失。玉萍，好像好久没这样了吧？消灭法西斯，自由属于人民，合着这老太太是装的？把咱们全都给蒙了，不是，那是不是他那心脏病也是装的呀？有可能。哎呀，你还咳嗽什么呀？慢点。哎呦，哎，小黄，有什么事你找我啊？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行了，行了。啊，赶快扶外婆，扶外婆过去歇会儿。啊，您慢点啊，妈，别着急。这边来。哎，别着急。坐这儿。外婆，坐会儿吧。哎。都是你们俩，没事把那两个催命鬼找来，搞成这样。你妈要是有个好歹，我饶不了你们俩。就是你把你妈故意在那熏蚊子，想把我妈熏死，是不是？姐。行了行了啊，现在大家的心情都不好，你别老说那些不着调的话。哎，大夫，大夫，郭大夫，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里面我已经给他打过针、吃过药了，暂时稳定下来了。啊，不过呢，还得再做几个检查。啊，好，谢谢大夫。啊，不客气。那我们现在能去看他吗？可以啊。现在已经给他送到观察室了。哦，你们到观察室看一下，但是呢，要注意，让他多休息，少说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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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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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客气，都是自己的，谢谢。好了，别愣着，走吧。你们俩不许去。嗯，我妈就是被你们俩害的，你们一去，我妈病又严重了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哎呀，桃园少插嘴。外婆走，我们走。我，哎呦，晶晶说的也有点道理。这样。你们俩在这儿等消息啊，我去看看啊。老公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妈跟公公婆婆他们是水火不相容，谁也不让着谁。妈都已经成这样了，我不想再让家里吵闹下去。我也受不了了，我们出去租房子住吧。我求求你了，就算是房子小一点、简陋一点都没有关系，
我再想想吧。这都一宿没回来了，他该不会是真的有心脏病吧？我这也纳闷呢，你说要真因为点这点蚊香把他给弄病了，这咱对不起亲家，也对不起莹莹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别老哎呀，怪吓人的。怎么都睡在这儿啊？快快起来，起来，都给我回家。妈，玉萍，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家呢。现在那个医院检查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，自强去看去了。一会儿等结果出来以后，看看胡大夫怎么说。那静静，你跟外婆先回家。哎呀，不嘛，不回去嘛，我要照顾你，我要等医院结果嘛。先回去，先回去。你怎么老逼着让我回去干嘛啊？你看你这傻了吧唧的，你不动脑子，你们都在这儿，那两口子把房子占了怎么办？脸上要笑成花，想爱他要学会讲笑话，要真的情话话里面还要潇洒。没办法，一个头两个大，他的家我的家，用爱连成一家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坠落他眼中流泪的沙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牵他的手走在夕阳下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哪怕满天狂风暴雨下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直到白发满嘴没了牙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坠落他眼中流泪的沙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牵他的手走在夕阳下。快乐就是和他一起快乐啊，哪怕满天狂风暴雨下。幸福就是和他一起幸福啊，直到白发满嘴没了牙。